当我们的帝国越来越强盛时，邻国都开始恐慌了起来。他们都知道老虎会先挑最弱小的猎物来喂饱自己，渐渐的就有人担心战争又要降临了。有些人希望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，另外一些人则直接为此准备着。这其中有着势力佛氏海上帝国的诸侯国之一丹马令王国，他们对苏耶拔摩大王的野心最为忧心忡忡。帝国有强邻环伺，战争迫在眉睫。当这场冲突注定要爆发时，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谁会先挑起第一场战斗。苏耶拔摩大王深谙以攻为守的道理，所以他决定抢占先机。我们帝国的西边，当时有很多对我们充满敌意的缅甸王国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先去试着和他们结盟，安定后方。位于南印度次大陆上强大的侏罗王国，也打算击垮势力佛氏帝国，派遣一位使者带上重礼去面见拉金德拉朱罗，应该就可以说服他，让他知道和我们苏耶拔摩大王结盟的好处了。这边的道路十分危险，你可以用。我给你的黄金，尽可能的召集更多的部队。这支孤军会随您称王千里的，这些战象会为您踏平一切敌军。我们已经由这些得力干将随我出征了，让我们出发吧。西边的桥已经为我们铺好了。罗伯布拉尼亚，我们的最后一艘船不能出海，这些侦察兵会帮你找别的方法过河。梅南河，
边是敌人的哨站，我建议您选择南边的路线。第二节，罗伯·巴金久，巴金久，第巴金的巴金久，维鲁。熊能德巴丁熊就熊能德Prima vot.Bobrania, Tovmuk.
夫，请带我前往侏罗国最近的船只吧。虽然我们的使者历经艰难险阻，穿越了危机四伏的敌境，他最终还是安全抵达侏罗国，并把胜利呈送到拉金德拉朱罗面前。拉金德拉朱罗对此龙颜大悦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丽的战车，那是由吴哥城最上等的工匠打造而成的。美玉盛赞加上慷慨的馈赠，是最能收买宽宏大量的统治者的。最后，我们的使者不辱使命，签署了盟约，带着捷报回到了吴哥城。